我封印技能长寿超过210吨的自重，但精神念力还未突破三阶。爸爸的石骸里有东西，那是主人为你制作的传承魂印，你拜师时我植入到你石骸核心的。 启动，什么？夺舍与莫尼奈黑洞理论研究衍生至生命学，发展出的精神能量吸收。终于自主完成了程序迭代，我受初始指令控制了。 失控了！不行，方圆，快住手！你没有灵魂，你不会成功的。你，他是死人的弟子，是要被杀了他的。 你的生命归我了，罗峰。记忆、情绪、感知都在脱离我的身体，我在消失。罗峰，不行，我的人生才刚开始，我拼命守护的一切，怎么可能让给你？ 其他族群，只为追求个体的完美强大。是。那你为什么选择跟随我？因为你打败了我。哼，你一个界主，任何不朽都能打败你。跟随我是需要代价的，你可愿接受？
六芒法阵，我们五个在最后融合升华了全部精神能量救主人，但还是失败了。我本以为已经厌倦了不朽的生命，但在死亡来临时，还是害怕了。害怕死亡本就是生命的本性。不，当你强大能创造法则的时候。 所有生命缺陷都能被弥补，可惜我没机会了。多一事用他最后的生命记忆，把六芒夺生命法展示出来，让我感知强者的存在法则。恭喜你，罗峰，你通过测试了。活着真好。 即使是虚幻的生命，巴巴塔，谢谢你。罗峰，带着主人的传承，继续走下去吧。我就说，受魂银秘法操控的多伊，怎么可能背叛？ 如果没扛下来，现在已经消失了。多伊抛弃一切追求强大，最后却选择了献祭。刚刚又生出夺兽武的想法，生命本就很难界定。但目标是明确的，在陨木的传承面前，一切都可以牺牲。如果现在有灭顶的灾难降临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带你离开地球。 那我恐怕会令你失望，我会不顾一切阻止灾难降临。